用探索角度看世界，泰坦巨蟒属于一种远古蟒类，是目前已知的最大蛇类。泰坦蟒的化石最早在南美洲哥伦比亚东北部的瓜西拉半岛被发现。近日，有人在丛林河岸边拍摄到了一条比坦克还要大的巨蟒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泰坦巨蟒吗？泰坦蟒平均体长可达15米，体重超过1吨，这两个数字已经可以证明它们的可怕之处了。它们的猎物包括6米长的巨型鳄鱼、短吻鳄等。科考人员表示，与其他蛇类一样，泰坦蟒可能总是在水边游弋，一旦鳄鱼放松警惕，就出其不意地缠住其身体，令鳄鱼窒息而亡，并将其吃掉。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键，关注我们，获取更多新鲜有营养的探索视频。